呼，我觉得今天穿的这双强力推荐给我自己来买。Hello, iStyle 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。这个平常的风格还是有带一些相同，但是他因为他的是 design， 现在是穿的是Fendi 的 collage， 他穿上他是从50年的历史放在风衣上，所以觉得还蛮荣幸有这个机会让 Karl Lagerfeld 的设计都拼在这个风衣。我觉得他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 calligraphy。因为它那个两个 F 代表是 fun and fur， 就是比较好玩加绒毛毛类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有带含义在两个 FF， 不只是 Fendi， 就是 FF fun and fur， 所以我觉得对它这个设计其实还蛮印象很深刻。男装我觉得它那个戒指啊，它的项链，从这个就开始看它的所有的 calligraphy 都已经设计上去了，所以变成他 Fendi 的那个很大部分的精神，所以还蛮真的还蛮喜欢的。其实我觉得还蛮男生的，因为就是他也有那个斜背带，但是他也有腰带。那腰带其实基本上只是不会那么优雅，他比较粗犷，然后他的这个 clip 在这边，所以就背着这样的也不要太紧。我觉得让他松一点点，让他往下垂也不错。我觉得情侣包是还蛮浪漫的，这也代表互相的对互相的彼此的爱，所以我觉得情侣包、情侣鞋、情侣衣服都很好，但是不要从头到尾都是情侣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有点太 over 了，适可而止。我觉得那是今天穿的这双这个单品，我也少推荐，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很喜欢。他因为他也有他的 calligraphy 那个calligraphy， 你看，因为他是尖头又高，然后尖尖的，再加上外面的外围那个鞋子的包装，再加上他的那个 signature， 我觉得还强力推荐给我自己来买。哈哈哈，对，就是喜欢要送给我自己。